빨리 이거 咱们不打了，咱们都是亡命徒。有你跟我干啥？谁还敢说自己是亡命徒啊？来，再赢一场，三百奖金，咱爹的药到手啊！ 这小子什么来路？没啥来路啊，生瓜蛋子。生瓜蛋子连赢无常？不是，我还没来得及探探底呢。我这忙着数到挣钱呢。我已经让人们把今天成色上好的演员石都挑出来了。谁说没有平日多那也够练几百演员的？窜升到地元境，真是可待呀！什么叫窜升？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？ 修炼，你懂不懂啊？不是，我老记不住呢。加呗，买的，二十倍输。哎，第一场要开牌了，守领者胜，赔20；守领者输，赔1倍了。第六场，开牌。胜赔20。 什么意思？20倍。如果你再赢一场，他就不给咱们20倍的赢钱。输赢的规定。满分的赢的情形多少？ 这钱，啊！
我知道你哥，我知道你今天收他们的媳妇，但哥俩不能让他们用咱的命找乐的。 教你个道理，怎么出来着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打人是恩怨，打脸是死仇。听见没有？20呗，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值钱的不是我。